可以派出一位来模仿老师的动作、表情或者歌曲。来，派出一位啊，想一下派出哪一位模仿一位老师的动作、表情或歌，一位也可以。对，双方各派一位。你们要派出的是谁？我们先派出的是那个两位年轻的代表，我们两个那个好老年人先休息休息，看模学习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那这边你们选好人物了吗？好的，自己被选中之后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是你。那双方谁先开始模仿？哪一队先开始模仿？来，赵柯你来吗？赵柯你先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加油哦，加油哦。你模仿的是哪位老师？娜娜老师。对，就加油哦。好可爱的可爱娜娜。来，那你模仿完了，你们组还有要谁要模仿吗？你们期待吗？好的，这边模仿了接受，接下来到你们这边模仿，要模仿哪位老师？那我模仿朴树老师吧。好，模仿朴树老师。就是他每次就是在夸人，他就是是这样的。哦，是吗？这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，这。刚刚那个表情，我觉得还是学习的很到位的那个状态。好。太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看来大家平时私下相处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亲密。